沙甸的方向，但是这台列车呢回程的时候哈、还可以到中石台长铁的新民车站哈、但是不过要先下车买车票之后哈、再往回坐像德马系列的车头哈、带着坐车往那个方向走哈、那我们往有沙甸的路程哈、大约是2.5公里哈、这趟路是2.5公里单程的部分哈、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啊，那为什么以前都有到有一个有一个家啊，现在怎么没有哈、那我们在2020年底的时候哈、那条路这一条本来这一条的路线整个都是停驶的哈、那主要的原因的话跟政府哈、那时候有2018年的时候有乌约马事件哈、然后就要求所有的桥墩哈、都必须要再做一个安全的检测。那我们原先往古的家那个方向呢有2座铁桥，那后来就评估的结果，所以就暂时在2020年底就停驶哈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边哈，这边有单车坐车网子的哈，网状的这个就是机械式的单座的车厢哈，单座车厢的。那人家的话就像那一台一样哈，就是它是没有旁边的护栏跟上面的盖子，那个就是手工方式的那个单座的坐车。那前面呢是有个吊会式哈。那这个作用呢就好像飞机的塔台的功用是一样的哈。那我们早晨呢从这条列线往后面往那个市民广场里面走的，里面有18条的铁轨哈，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台会式哈来告知火车怎么样的时间进来。新南山线、布袋线、雪甲线，哈，那现在这些完全都没有了哈，剩下我们坐的小火车行经到火烧店的一个路线哈。往左啊，往右看你会看到它有非常多的一些车道哈。那现在的话就是水泥路那一条呢，我们称为排行步道哈，就是沿海城的步道，或者是自行车哈，或者是自行车的车道。那跟我们这个铁路平行的那条马路呢，叫建业路哈。从建业路，你从这个边南永走路步行啊，大概要5分钟，可以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小的景点，叫做长生民居。那长生民居呢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树，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的老的文树哈，然后变成一个绿色树的隧道。那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哈、都很长，然后就是过去那边拍照。那老师说，隧道呢哈、拍摄需要人工技巧哈，所以才使用。所以我们在这个附近呢，常常去那里哈、散散步哈、那也看到那边拍一些风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慢慢要弯进积水溪桥哈。车库的部分哈，也在这里。那因为刚才你经过的那个停车到那里哈，当时还有台一些列车，这就是交通不便的部分，然后安全系有问题，移到我们的中心路另外那一边哈，现在车库就停在到那个方向去。那边看得到另外一边。那现在行进的这个积水溪桥呢，
没什么看。那我觉得他最精致的地方就是你在不同的时间来看的时候，他两个客户啊，包括就是还有农作物啊，包括它的植树都会有一些变化。那待会呢，坐在我左手边这边的游客，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旁边的那个树呢，跟我们的铁道很密，接得很。你的头跟手腕伸出去，不然的话，你有可能会被那个树木给刮伤。那现在这边的话，大概在我们右手边嘛，这边是整片的稻田，但是在二月三号，收行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甘蔗，刚刚很绿的一片，现在还没有到1个月的时间，整片变成样子。非常大的一个朝天椒，如果带小朋友来左边的路线的话，在树边就是这些植物，像这边的话就是主要的植树。
卖的那个台语哈，喝小姐，那可能就是每一个发音不一样，然后就营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外省人杯杯啊，这样子，我们传一传就变成这些杯杯啊，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其实没有什么景点啊，那火烧店这边呢，唯一的景点嘛，可能就是吴敬淮音乐纪念馆啊，就是一个制作光子饼之恋的一个老师嘛、啊。那在这个地方算是有名，当时是一个有名望的人。那大家吴敬淮可能大家印象都不深，但是我这边的话会补一下，或者是。陈医生啊，就是那些比较那个前辈的那个制作人，音乐的那些厂那些制作人是很有印象的，他们就是很有名的。好，那吴敬淮老师呢，他是留日的，那他的教会的学生呢，就是黄玉玲，讲黄玉玲，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印象啊。那吴敬淮音乐纪念馆呢，就是往往要走经过这里过去300公尺。我们当时先走，等一下。